部顶团纪录片记录着西港各顶头开馆的精神，有西顶、宋江顶、天主门星、跳高顶等等相当的精彩，将伫二十二号礼拜日要伫西港庆安宫来巡回放映。由着台南市文化资产管理处举办的《引台南无隐藏》2019台南市文化资产影像竞赛甲巡回放映，二十部入围的影片将分别在全国各地举办着11场。西港庆安宫总务组长谢武昌表示，放映5部的影片当中，有《顶团》、《有雷》2部，分别由着西港在地青年邓宏林、陈明福兄弟来创作的影。伊首先选择20支入围的影片。拢是咧宣扬咱台南市的即个无形文化资产，其中有2支片啊，一支是迄个正传，吼、哦，买晒常说正传啦，吼、哦，这是即个双关语，啊，佮一支即个乌雷，这2支片啊，吼，拢是即个庆安宫的即个文宣组的即个组员，会拍即个顶头文化这种相关的即个影片。单亲兄弟是因为老爸爱好着欣赏顶头，但是因为行动无方便，再由着两兄弟共同以着电影的方式呈现，和老爸来观赏。在因缘之下，投稿至2019台南市文化资产影像竞赛，并且来入围。开始拍片的动机，并不是要替庆安宫宣传这种物件，是因为因老爸过去是上港的队员，但是因老爸后来伫这个年纪大了，可能有艰苦病痛了，都无法度来看。但是因老爸足爱看，所以因开始两个兄弟啊，就是为着要互因老爸会当看这个上港啦、开馆啦、这个庙会吼。哦，因就大量去翕这个影片，以这种无形的这个机缘的这个促成下。啊，靠！今仔这2支片啊，吼、哦、啊，那么来参加这个来观赏者诶，市政府也特别交代讲，由于公务人员吼，会当合法迄个演习的时数，吼、哦，所以会使讲一兼二顾啦，吼、哦。顶团有雷将伫9月22号暗时7点，伫庆安宫庙埕来开演，由远邀请民众做伙前往欣赏，透过着创作者的视角，让民众发觉西港顶头文化的重要性，并且希望透过着影片引领乡亲的回忆，看见家己的历史甲文化。咱咧新闻界新妇西港采访报道。